另外呢，888海珍大酒楼和顺发超市日前再度联手合办2016年母亲节感恩餐会。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，位于柔斯密市 Valley 大道的888海珍大酒楼和顺发超市于5月3日晚再度联手合办2016年母亲节感恩餐会。在此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继续支持888跟顺发超市，谢谢。顺发超市在这里，好开心，你们大家每一年都会看到你们，希望你们今天过母亲节可以开开心心。为了答谢洛杉矶华人社区同胞的长期支持和惠顾，让母亲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佳节，餐会准备了佳肴美酒，精彩丰富的乐队演出，更有精美的礼物与抽奖，给在座嘉宾带来惊喜。凤凰卫视陆梦英明洛杉矶报道。